上的菩萨，从初地到十地，他在自立自己修行的方面都是同等的，同等。但是立生的方面，立他的行方便的方面，那就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。说发心在等，所证的果位也等，没有谁超过谁的。每一位菩萨在他修行过程的当中，一直到成佛，都要经过三阿僧祇劫，时间也是同等的，也是同等的。因为什么呢？所证的法空理，所证的真如，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彼此的分别，经的时间的长短，就是他所修的呀，时间所修行的法门，没有什么差别，就是没有不同的。那有不同的是在什么因缘上呢？单随众生的世界不同，所见所闻的不同，根欲性义，故事所行已有差别。在他立生的因众生的机，立生的时候因立众生的机，众生的根基不一样，所欲所求不同，那么这些大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他所示现的方便法门也不同，有钝有渐，这是有差别的，有差别。这个差别因为一切众生他的善根有浅有深，他在现世当中的他的希望他的欲求不一样，因此在菩萨利益他的时候，随众生机利益的时候，那就因果差异了，进度的快慢差异了，教育众生的方式方法的差异了，这是不同的。这个不同是因为单随众生的世界不同，就是他的依报不同，世界是他的依报。那正报呢，有的善根深厚的，有的善根浅薄的，根性的需求的不一样。所以那些个大菩萨利益众生的事业呀，也就不同了。又是菩萨发心相者，有三种心微细之相，云何为三？一者真心，无分别故；二者方便心，自然的片行利益众生故；三者业识心，微细起灭过。就是说这十地菩萨他的发心的相不同。哪些个不同呢？三种心有微细之相，三种心。那么哪三种是？云何为三？是争取的意思。解释这三种：一者真心，真心，就是根本无分别智了。就是信成就了佛法的知心正念真如，就是这个真心，佛法的知心，
以后转身了，成了无分别的智慧。转身了就成了无分别智了，无分别智了。这个跟那个实行实回向的菩萨有所差别。这地上的菩萨都见了法性了，有深度浅度不同。贤位的菩萨呢，他是相似，他还没有亲证法身。又者在众生说呢，时时念念的都有分别，很不容易对着众生的分别心。这要发道心就菩提心，菩提道的心。因为众生他是随时时时的分别，很难得对治，很难得治。要对着他得发道心来对治。能不能对着呢？能。要不能对着人，还有人成佛吗？这是用方便善巧的方法。方便善巧呢，就是厚德智了，不是原来的根本字，叫厚德智。这是前头那个大悲心所得到的，利益众生的智慧。但是这个智慧是从真而起的，从前头那个真如心能够普利，能够平等，没有分别，这叫无分别。方便心呢不同了，方便是修成的，完了大悲心利益众生时候，这个叫厚德智。厚德智。但是利益众生啊，它自然的流露，不要这么勉强的。为什么呢？随顺真起真心而起的，也是不分别优劣的。这两种的智慧，两种的智慧，一个真心的智慧，一个方便心的智慧，自然而然的遍利一切众生的。那第三种呢，就是微细的业识心。发这个业识心，这个心呢是原有的，不是新发出来的，是旧有的。在前九地菩萨都没有破除，这叫微细的生灭，这个就是无明了。这种有时说种子的现行的生灭的最深处，单有那善根的种子的现行，十地菩萨到他要成佛的时候，他才能够把这个业识转变成了清净的无染物的白净识。这个是明这个菩萨发心利益众生的相。前面所说的是菩萨的他的实行，他的修行当中利他的方便。由是菩萨功德成满了，以色精处处
实现一切世间最高大的神。这是大乘的菩萨成佛所实现的神，自利利他了，就功成了；自利利他的，他的所有修行的满了，那就功德成满了。这叫慧聪主，利他的满了，要德聪主，这叫智行的智慧，利他的福德，这叫辅助慧珠吧。成佛叫两珠钻，辅助慧珠，这样才能佛果。大乘菩萨了，大乘是指史教说的，他不像这个化身佛释迦牟尼佛在人间实现这个32相80宗行上六金身。这菩萨他所成就的，他在塞鸠应天，这个是大乘史教的菩萨成就佛果了。那小乘的呢，像释迦牟尼佛是在南瞻部洲菩提树下成佛的，这就化佛成佛的处所。那史教到史教到实教就是宗教，他的成佛处所，史教的成佛处所是在塞鸠应天，塞鸠应天，再往上面就是四空天了，就是塞界的顶天，塞界顶天。那四相塞相有多高呢？实现呢，32000由旬，是那个天王，塞界天的天王，32000由旬。那成佛的佛身比他还高一倍，一由旬是好多呢，这么华里计算，一由旬是40华里、60华里、80华里，一由旬呢，32000由旬，好高好大呀、啊！形象的意思，这都不是真实的，有形象的不是真实的，这是化那一切众生，化那一类众生，放纵这个梵天有18梵天了，那实现的身也高大，说的法也不同。到了实教，全实那个实啊，是全教，实教实现的报身，没有形象的，不以形象来计算，因为称真如心，它是达到无相了，达到无相，无相而能随着众生示现一切相，这都是讲成佛的，讲成佛的，自利利他圆满的时候，看你在全教吗？在是实教吗？究竟呢？究竟是化身了，无相，随一切众生机而现的。一念相应会，断那一份的无明，这个所成就的佛字叫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所产生的不思一业，能现十方利益众生。一切种子呢，自利的功德、智慧、身口意三业啊，
都显得是不可思议的。观众生计应以何相得度者，就现何相给他说法，都不假作意的。能在十方世界利益众生，这不是前头那个方便心呢？利他的，是利他的。因为上来所说这三则，在问答当中啊，就是对这个说法有疑惑，有疑惑才有问答。那么每逢在论上所说的问答的意思啊，就是对着恐怕有一类众生这样的怀疑，就是虚空无边，虚空无边故，世界才无边。世界无边故，众生才无边。众生无边，众生的心呢、所做的事儿啊，都有差别的，以福无边。如是境界不可分期，分它一个界限是不可得的，难知难解，也不容易明白，不容易理解。要把无明断了，要无明断，没有心想，心想都没有了，无明一断了，连心想都没有了，这叫一切种子。他对一切种子产生怀疑，不是？虚空无边，世界无边，世界无边，众生也无边，众生无边了，那众生的心呢？心里所想的、所起的作用，那就差别太多了，也复无边。像这种境界，入世的境界，没法分辨它的分级。难知难解啊！如果把无明断了，说心想也没有了，怎么能了知一切众生的无边的心想？那这一切种子怎么产生的？说这个叫一切种子，说对一切种子都怀疑。要有无明心想吗？那可有分别可知了，无明心想也没有了，那什么来了呢？说把无明断尽了，说没有心想了，那还怎么能知道呢？若不知道，为什么又叫一切种子呢？喂，看答吧。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一切种子啊，一切境界，就是本来一心呐、一切本来借一心，心跟外边的一切境界相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境即是心，心即是境，因为境无自相，心是境界相的性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性相不二，没有能所，没有对待，没有能知，也没有所知，想念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知呢？这叫什么智慧呢？叫大圆净智。那么呢，所有的依报就是世界，咱们经常说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、琉璃世界，这是佛所居处。在这个时候，依报即是正报，正报即是依报，尽虚空遍法界的一正二报，就是一个大圆景字。相即是体，体即是相，大圆景字的为体。体和相就是一个镜子，这个大圆镜子要形着比喻说，要法来说就是一心。我们是从这个理解上啊，是知，这叫解，
说凡夫人他能解析佛等，以佛的教导，以佛的经论的教导，他的理解力能解析跟佛相齐，行呢业报呢就不行了。他不是修为的，他是指那理解的，理解的还不是真实。一切境界相啊，本来就是一心呐、啊，没有想念，但有分别，独无实意呀、啊。实意是没分别的。以众生妄见境界，虚妄见的境界，境界是没有的，因为妄心有境界，说心有分界，所以才有妄起的想念。这个不成法性，不能绝了。分别的妄境是说迷了，迷了，迷了就妄起想念，这个是不称真空法性的，跟中佛真空想法不相合，迷了真谛的道理，理迷了，事也迷了，谢谢你了。见有分别的妄境，是迷了世俗的体理，是迷俗体。妄其想念，妙有的境界不是真空的法相，是迷真体。要事也迷了，要理也迷了，所以不能绝了，不能绝了，迷了还能绝了了？迷了就绝了不了了。诸佛如来离于见相无所不骗，这是诸法之性，自体显照一切妄法，有大自用无量方便，随诸众生所应得解，皆能开示种种法义，使故名一切种子啊。对这个一切种子产生怀疑的给他解答，一切种子的是什么样子呢？没有见，没见相，离了灭见相，因为离了见相，没有能见所见，他所见的是骗，是乘真心而起的，乘真如是真如而生起的，说心真实故，这个真实的心呢，就是一切诸法之体，从这诸法之体的体性来照一切妄法，一个照就是智慧，照啊，不是分别，完说加个照，就不是分别显，所以大家知道，都会背心经吧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照见五蕴空，他用照，照里头不含着分别，而灯光来照，破除黑暗，他有分别吗？没分别，他也没有厚比薄词，哪个照的多点，哪个照的少点，这些都没用，说这叫大自用，从大智慧的用的里头，用化度众生了。化度众生，众生的心，种种的妄心，执着种种的妄境，离众生的大菩萨，他以大智用，随顺众生的心理，能得度者，他要用无量的方法来度众生，他一定要众生能够理解。菩萨他离众生时候，他说的法，他知道众生的根基，让他能理解，心结一开，他能够依教奉行。不是这众生不能理解的，不能理解你说了有什么用啊？你说理解不了，理解不了他呀，所以必须得说他能够了解的，能够明白的，你才给他开示种种的法义，就是法的道理，法的义理。
说法嘛，它含着个道理了，让他明白那个道理。所以这样的才叫一切种子，事物得名一切种子，这就叫不可思议的业相。又问曰：要诸佛有自然业，能现一切处，利益众生者，一切众生要见其身，要睹神变，要闻其说，无得力呀、啊！云何世间多不能见？诸佛菩萨他有的自然业，不假造作的，自然而现的业是用啊，他那个用啊，大用无边。能在一切处示现，能在一切处利益众生。那么这一切众生见佛身，看着佛的神变，或者听他说的法，都能得到利益，这是无疑了。说疑的，为什么众生不能得见？云何世间多不能见？这是他疑问的。见佛有那么大的自然业用，换句说，我怎么不能见着佛呀？我怎么不能闻到法呀？我怎么不能得度啊？那个对佛的自然业用不是产生怀疑了？这是问号。答呢？说诸佛如来法身平等，遍一切处，没有作意，这是不错的，千真万确的，因为是自然的显现。但是众生的心呢，不是这样子了，无缘怎么现呢？含义就在这儿。诸佛的妙法妙力是无边际的，无缘者难度，不能度，没有因缘。诸佛如来的法身是平等的，遍一切处的，没有作意的，这个不错了。因此才说自然呢，才说自然呢，说诸佛有自然业。但是得有水冲现，月亮是无私的，哪一种有水，哪一种是现呢？没水的它怎么现呢？无缘的现不了。而众生的心像一面大镜子，那镜子本身它有了垢眼了，灰尘很重，它不能照形象了，散性不能现了。说众生心了，有了垢了，法身就不现了。那么说他无缘吗？现在我们在干什么呢？我们在磨垢呢。我们这个镜子上有垢，我们现在在磨呢。你拜忏也好，礼佛也好，念经也好，文法也好，都是磨这个尘垢呢。诸佛是以法为身的，这个法身也现了，是报身化身，说法身就是报化都具足在内了，是不是？平等现在一切处，这是自然的，也没有作业的。佛是证得了无为无念而说的自然，但是他得随众生心而现，所以是众生心而现，众生心清净了，那就现了；众生心污染了，不得见佛。感应道交，你得感呢，你不感怎么会应呢？所以感就不成，
你感到有夹杂，你的妄想心跟诸佛的清净心不能相合的，所以见不到佛。假使你现在假修戒定坏，修戒定坏，心里念佛念法念僧，这感应道交，可以见佛。那么以一切众生心为因，那诸佛现身呢就叫缘。那因缘和合了，那就现了。镜子要有垢，你照相就照不见了。镜子要无有垢，说众生心要有垢，佛身不现。众生心要无垢，见佛闻法了脱生死。但是一直这样的说了，那众生怎么样修行，前头要解释解释这种道理的，那你还你自己去做呀。所以以下呀就说修行信心，修行信心。世众与唯如正定众生，不说修行信心，就人来说，没有正定的众生，说是没入正定的众生，这只是你实信还没修满。实信没修满，就得还修行信心。那什么事叫信心？怎么样去修行？何等信心？云何修行？我们解释这个信心呢，廖说啊，不是广泛的说，廖说这个信心有四种，这是说能信的，只说四。咱们上回讲的是十个，信心要有十，因为廖说说四种。说四种就概括十种了。第一个要信，信根本。根本。文字上这样说啊，离开文字说，说你有信心没有？三摩四种弟子，不论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都说有信心。说你信得及自己的根本是佛，你信不信？恐怕这个答号很多人答。他说问到我你是不是佛，哼，我也会答他我不是佛。肯定咱们都这样答复了。但是你信不信你是佛？问题在这儿。说信心，说信心是佛，信我的心是佛。我也能够成佛，这叫信根本。乐念真如法故，很喜欢，很要欲，信根本，根本信我自信是真如的心，信我的本体。以下呢，信佛法生三宝，二信是信佛。佛是修成的，谁相信自己是佛呀？那是无量劫来垢眼太多了，不是佛了。那已成的佛，已成就的佛，他有无量的功德，自己常思念信是三宝，承奉三宝，常念亲近的。亲近什么呢？亲近佛，亲近法，亲近僧。因为佛修成了，他有无量的修的功德，所以亲近供养，
从这儿发起的善根，善根。要求的目的是求什么呢？求一切智啊。三者呢，信法，法呢有大利益了，常念修行住波罗蜜，法能除生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依照这法就是方法了，就方便善巧了，我们能把我们的垢染除掉，从这个生死苦海能到不生死的涅槃，住波罗蜜，波罗蜜就叫道比难，从生死苦海能到的不生死处。四者信生，这叫四信啊，三宝加一个信，真心正念真如。生是正修行者，能够自利利他，这是指着菩萨生说的，常要亲近诸菩萨，向诸菩萨学，学到了入实修行，入你那个所信的根本去修行。廖说是这样的。我们这个所说信三宝，是指啊四间相的三宝，四的三宝，佛法僧个别的都不同，佛是佛，法是法，僧是僧，所以叫四三宝。那佛是觉悟的觉，觉悟的觉，你自觉又能觉他，觉性圆满了，那么这样的来现，现自觉觉他觉性圆满，这叫一体三宝，一体三宝啊，直到真如本有的，觉悟到无始的三藏是没有的，是妄。觉真本有，觉妄本空。觉自，自己觉悟了，由令一切众生觉悟，自觉觉他，就二利了，自利利他，这才圆满成佛了。成了佛了，才有无量的功德。那引证《华严经》上一句话，入法界品啊，刹尘心念可数之。我们的念头啊，其实那微尘数佛刹，微尘数佛刹里头有微尘数，那微尘我能把它知道数字。大海中水可引进，大海水不论它好多，我就能把它喝完。虚空可量，两两虚空是好多，咱们知道咱们这个屋子里头，法堂里头空间是好多尺，那外头虚空你能量吗？假是可量的话，就这么个意思。风可系，我能把风拴住，拿什么把风系住啊？拿这三种刹尘心念可数之，大海中水可引进，虚空可量，风可系，无能尽说佛功德。要想说诸佛的功德呀，比四不尽的还无尽，不能说完的。就像我们不能把风系住，也不能把海水引进，拿这个形容着说，你想说佛功德不可能，这么个意思。你能说出佛的功德多少吗？有这个含义了。
所以常念亲近诸佛，恭敬供养诸佛，忏悔自己的业障，随喜释放一些诸佛的立生的功德。这随喜功德不可思议啊，我们这道功夫这道修行做得不够，随时你意念随时想随喜释放自己一些众生，是要度他们，那又随喜释放一些诸佛，利益众生的功德。随喜呢，就是我也有一份儿，我赞叹你的功德，分给我一点儿，是这样个意思，这叫随喜功德。只说信佛，信法呢？不是把那三藏十二部的你那叫教，教里头必含着有理，教是源泉，源泉传于所权的道理，是教理。教的话他讲的些什么，告诉我们些个什么方法，这叫理。完了就行，行就按照着方法去修行，完了就证得果。就拿三藏十二部吧，这三藏大藏经啊，那里头无穷无尽的方法，看哪一个方法对你适合。智者信生，生呢是个和合意，六合众生嘛，大众生的众生啊，是他有六种共处，咱们得一住几千人几万人十几万人都是生人呢，这个他不分哪个寺庙，反正生人嘛，二众生嘛，生是和合意，身口意戒定坏，戒见利呀、啊，身口意戒见利，六种和合，这个你们偏点学戒律了，不详细去讲它了啊。说这样的常识亲见这些大众生，好吗？同一气息。同意相求，同意断妄，同意显真，真的学习